前面后面那个男的绝对有问题。哪个男的？别看你别看，他畏畏缩缩的跟我们一路了。你想多了吧？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他就在看我们，跟到这里来了。也许是同一个小区呢。你别看我，快点快点，还跟罪。哎，他好像挺帅，手里还有束花。真的哎，肯定是遇见我的美貌，因为我的脸蛋和身材。嗯，人家可能只是跟我们住一个小区。那你就看他会不会跟我们住同一栋楼。我就说嘛，是顺路。奔十万。怎么没按楼层？到这里来了，我还是挺佩服你的勇气的。我更佩服你，毕竟啊，你的眼光真是不错。追我的人也很多的，从这里排到了小区门口。其实你的长相也是我喜欢的类型了。这花是送我的吗？啊？被发现都是不好意思的。我吃的饭啊，但是我是很开明的人呀，而且我也相信一见钟情的。爱就要大声说出来，男人不要唯唯诺诺的，喜欢我就要勇敢说啊，说不定我就答应了。我刚才为什么表演怎么样？这次表演给我，我变天赋吧。他好像是我们的新邻居。知道了，走走走。不轰烈，化学里面的反应。我是小新，从小我就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寿命时间，可是就在昨天，我去，你咋了？我昨天看到自己的时间了，我还有180多天了。不会吧？把这个改一下。时间怎么停止了？难道我一靠近他，时间就不对了？有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呀、啊？你干嘛？这是男厕。真的不动啊？就是说，如果他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就能。耶！阿花，我要快速搞定一个男人，该怎么办啊？开车带着他去，身上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让月光摇啊摇，前方开始变微。这点工作累了吧？喝杯咖啡。这周末你有空吗？我开车，我们去自驾游啊！你是不是没事情做？哼！这咖啡也太不正经了，太甜了。Hello， 家人们，今天挑战去粉丝家里送给他我的汉服 QQ 秀舞，然后再和他拍一组国风大片。主持线，我们走。我看那个粉丝的头像应该是那种未成年的美少女，我给他买的见面礼，这是一个芭比娃娃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。现在我就骑着我的 QQ 飞车，我带着给他买的礼物，然后呢，我就去他家里给他一个惊喜。Later， 就是这儿，我们已经到了。现在我就上去给他一个惊喜。有点紧张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抖音上好看？就是这家，他会不会喜欢我的礼物 ？Hello， 小新，你真的来了。你好，慈梦在家吗？我是来 我就是慈梦啊。糟糕，搞错了，那是那种未成年的美少。我好，老是关注你这个抖音哈，你穿那个汉服怎么这么好看哦？本来我给你准备礼物来的，但是好像有点不太适合。哪有不喜欢的？我可太喜欢了。谢谢阿姨。像个仙女一样。我太忘了，阿姨，今天我的正事就是把我的 QQ 秀给你换上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拍国风大片。叮咚，阿姨，这是我给你带的我今天的汉服 QQ 秀。哎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套，真的好好看的。嗯，好，你快去试试看啊！我等你。当当，阿姨已经换上了我的汉服 QQ 秀，现在呢，我们俩就下去拍国风大片。走，阿姨，阿姨，我们来做作一点的，我们做文静。山岚有梦烟雨，长河流入故里。欲破无梦不朽，有何冤枉？你怎么能？材料多厂，肯定都偷工减料。反正 Made in China， 我们一律不收。新来的这批 Made in PRC 都卖爆了，赶快再做一批来。真绝啊！细看的话，这品质，这质量。真的比 Made in China 强太多了。对了 ，PRC 是哪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男同事和我住得很近，我们每天都一起回家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没事，顺路嘛。拜拜。拜拜。准备出发，全程20公里。哎，好巧哦。这不顺路嘛？这份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我猜的。
我和他顺路，我们俩一起把他送回去吧。你们俩反方向怎么顺啊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去哪儿？你买车啦？那我也试试嘛。当然。这车有360度全景高清款式摄像头加泊车辅助，你们女孩子最害怕的倒车入库也不是问题。真的哎，还不止呢，智能车机系统可便利了。你好阿福，打开抖音，以后我送你回家，无聊就可以在车上追剧、听歌、看抖音了。嗯，10万元就选国民神车哈弗 H6 国潮版，没毛病。所以你买车是为了送我回家吗？这不是顺路吗？你别骗我，我都知道了。那个以后可真得麻烦你送我回家了。我本来想告诉你的，我刚搬到你家附近。小心，快点，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进入空气，想知道我前世。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到你啦，愣着干嘛？欢迎回来，希望你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。你比你想象中的更优秀。Boy, 去找学长。嗯，玩得开心。你不跟我抢了？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去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这个，给他浇3天水就能找出男朋友，真是恋爱呢。三天后你就等着被我打脸吧。清酒啊，你怎么能把盆栽放在床上？嗯，方便给我男朋友浇水。都一天了，再找不出男朋友，我只能跟学长下手了。如果我找人假装许愿男友，那学长就是我一个人的。哎，三天只差10分钟了，我不会真的被骗了吧？等等，一定会来的。哎，姐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堵车，10分钟。不是，这是干嘛呢？我，不对，你这样子怎么能见未来男友？快去化个妆，换个衣服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么快，我弟还太性感了，男生都喜欢纯欲风。有道理，等我一下。祖宗，你快点吧，求你了，快点儿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这么姐，你三天时间都到了，看来我是被骗了，只能去找学长下手。算来了。我是你的女朋友。唱歌了。不是去你家吃饭吗？不行，小新在家呢，他最喜欢这种小奶狗了。你这么帅的弟弟还藏着掖着，看我不让你主动交出来。亲爱的，我不是你的学生。接下来有请留学生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你有什么才艺表演吗？有的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口技。